子啊，您得收拾啥子？明天我帮领吗？不理工人了啦。我明天有工人啊，弄的啊。嗯。要什么理由了？还今天搞什么理由的？肯定理由个嘞。嗯。那能不能给我200块钱，给我出去跟朋友吃饭？那就装吧，跟你朋友一块去吃去。什么干的？不是。嗯，没嘛是不是？不是你吃了吗？妈不灵个逼，不灵狗屎，王屎的了。你操，你狗屎，王屎的了，你不出去吃？我今天在家吃，你要出去吃？